最后一次。李先生，麻烦照相哦。那你要盖，你要盖上头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请至一凡照西岸。李先生，请到三房照西岸。李先生，请到三房照西岸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麻烦请到一房照西岸，谢谢。其实大概是我们客内待最久，可以待那么久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没有这么好，就是做到这样子，真的是就好好相处。对啊，真是太了不起。李先生，恭喜你，可以去享受退休生活，祝福你哦，拜拜。那就那个先要走，那就大家就换尊重那个李先生，是吧？就那个。恭喜李先生那个、哦、就是恭喜你毕业了，好好享受人生吧，祝福你，拜拜。对，恭喜你李先生，就这样子。李先生，对啊，李先生，对啊，你不知道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讲，祝福他一下？我在跟他讲。没有，什么时候退休？不是你，不是我啊，还没轮到你。还没轮到你。你说李先生，对李先生讲啊，对的，祝他早点当阿公，早点当，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吧？祝福你，拜拜。李先生，恭喜你要退休了。李先生要退休了，祝他就是之后生活可以快快乐乐的。他走了，我们就少了西亚曼了，顾客很可怜。祝福他可以就是好好过他的退休生活啦。那我们报纸随时欢迎他回来看。李先生，恭喜你要退休了，从事这么久，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然后呢，在房间里面呢，都会帮那些医生做一些事情，对病人也好。尤其是我最佩服你的，就是你对做赵西亚的公益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真的是。希望你退休以后呢，能够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。那就这样子了，今晚拜拜。哎，李先生，恭喜你要退休回家啊，享福嘞，辛苦了这么久。
谢谢你哦，加油，拜拜。从我来的时候就看到李先生了，哎呀，我从小看到大，真的是的，啊，祝退休快乐。哦，OK OK， 谢谢。自己的李先生走了，我突然变得打不到钉子，打不到。对，因为没有他在旁边配音，我都没有心理技能瞬间丧失。要他在旁边配音，我们才会很认真的领球。哎，要上次验兵，一下就打到你，这样打那么久。啊，然后再跺个脚。催促的媒介，他是认真负责，但他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，强而有力的值班人士，我们即将要迈入交部蹲跳了。真的是，你不要再录，他眼泪要流下来。不敢直视，我不敢直视。李先生，祝你毕业，803毕业，未来的生活更多彩多姿。恭喜李先生啊，在职场上圆满了。好啦，同事一场，祝福你退休生活快乐。啊，先生，真的很恭喜你退休了，可以退休了，很羡慕啊，很好啊，有很好的规划啊，时间也到了啊，祝福子孙满堂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哇，李先生，恭喜荣退了。要记得退休以后对自己好一点哦，耶！好了，李先生，恭喜你要退休了。骨科医师应该会很想念你的，因为他们耳边就不会听到有碎碎的声音、碎碎念的声音了，而且可能骨开刀也会比较不顺利哦。李先生要保重哦，李先生一起来哦，昨天我们讲的不要忘记哦。李先生好好的规划退休生活、哦。李先生，爱你哦。我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跟他好好的鞠个躬，感谢他这样。感谢李先生。嗨，李先生，恭喜你！希望你呢，在家里呢，儿子早上跪着，然后早点抱孙子，这样子。OK， 先生，退休虽然很好，有空记得回来拜访。谢谢你这么多年的辛苦。好，那今天你要退休了，那我们在这边祝福你退休生活一切顺利。但重点是有空记得回来。李先生明天要请喝饮料，来大家请登记。谢谢你的饮料。李先生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的新爱的电锅，我们好好的保存它，我们也好好的利用它。所以他明天要打包回去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能打包回去啊，那是彦斌说的啊，我们会一直看到他。那标准要常回来吃饭啊。对啊。要常来吃饭吗？常来煮饭给我们吃，听说他手艺超好的。对，李先生手艺超好的。可是我都没吃过。对，我也没吃过哎。李先生怎么样？来一次吧。哎呀，等你哦。李先生，恭喜你，终于从这边毕业了。他也觉得你非常厉害，你留在我们家门前的超棒的。李先生，恭喜你退伍了，我会想念你在看到旁碎碎念的声音。祝福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先生，祝福你一帆风顺。爆炸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你，回西安的时候也会想到李先生。喂，李先生，恭喜你终于退伍了。没有西安的日子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假很无聊，欢迎你再回来803。谢谢。李先生，谢谢你这几年为我们手术室的付出。先生，你走了，我们的小冰箱怎么办？小冰箱，对哈、哦，都忘记了。对啊，他都帮忙整理小冰箱。整理小冰箱啊。对啊。所以，看到小冰箱就会想到他。对，地板姐，想念你。对。恭喜李先生啊，荣退，好好享受你的退休的生活吧。记得以后多多回来看我们，也来传授一些经验。有需要的话，再找你帮忙。祝你退休生活愉快。OK， 有空回来玩。OK， 谢谢李先生这20年来对骨科的贡献。我想李先生应该是镇店之宝，他来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主治医师都还来得早。那虽然李先生在照相的时候常常会照歪掉，不过我们都会自动矫正。我想这个就是默契的所在。不管怎么样，那这20年还是深深的感谢。李先生对骨科的贡献，希望有缘再聚，
OK， 谢谢。感谢李先生这几年来的辛苦，除了是一个最佳的西洋面之外呢，也是一个最佳的指导员。那有时候就暗示一下，你应该打哪个位置，打位置怎么跟你学长不太一样。每次在开刀的时候，如果有李先生在来帮忙照西洋，那我们就会觉得很放心。再次恭喜李先生，也感谢您为骨科奉献的一切，谢谢。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部影片好像拖得太久了。我觉得李先生不只是西洋妹，可以说是我们所有骨科医师的老师吧。每次只要打拼穿太久，或是西洋照太多，就会感觉到西洋后面有股强大的压力，好像都一直听到怎么那么笨，听到怎么那么笨，怎么那么笨。所以我每次上刀之前都要很努力的先冥想要怎么样一枪命中。所以很感谢李先生，能够让我有现在的技术。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走的正是时候。现在我们西洋生意台，我每次都想，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退休，可能每天都会爆炸吧。好啦，有空记得回来看看我们，拜拜。